虎扑10月31日讯拜仁慕尼黑荣誉主席赫内斯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了莱万多夫斯基和盖德穆勒。赫内斯说道，莱万绝对是个伟大的射手，他也许甚至可以打破盖德穆勒单赛季德甲40球的历史记录，但他的进球方式和盖德穆勒不一样。盖德穆勒不在乎球是怎么进的，他做的只是把球踢过门线，莱万会把球射入球网，而盖德穆勒往往是在距离球门线几厘米的位置将球碰进去。双引号。同时，赫内斯还回忆了他第一次和盖德穆勒见面的场景，当盖德穆勒、弗朗茨·贝肯鲍尔和塞普·迈耶出现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并且心想，这些之前在电视上的世界杯才看过的巨星现在在我眼前了。我问自己，是不是得叫他们，穆勒先生、贝肯鲍尔先生、迈耶先生。盖德立刻跟我说，你疯了吧，我是盖德。引号双引号。